社科院，它的前身在徐州路是法学院，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庭院，从那里搬到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社科院，而且它是从一个台大校总区的外面回归到校总区，所以这个历史的轴线上就有许许多多可以探讨的东西。我们是用一种你怎么样去看待一个空间的这个角度去规划所有的艺文活动，从展览，从表演，所以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都依附在这个空间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在里面有一种就是社科院的灯被熄掉，然后被丢掉，被闲置在这里的感觉。然后我们那时候想做剧展的时候，我们才想到会不会我们这个行动创作这个演出的过程可以重新点亮这里，然后回到这里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也是我们想要把这里变成火车站，然后我们想要在这里发生一个在火车站会发生的故事。那个时候是因为觉得说这个计划不能都是艺术家在做事情，希望可以让学生也可以直接的去回应他们每天存在的这个校园。对，所以其实有一个单元就是叫空间实验室，那我们邀请了六个社团，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他们要在哪里做表演，也试着跟他们多讨论，让他们意识到说这个计划不是只是换一个地方表演而已，而是鼓励他们去开发他们对空间的认识。一东仙这栋建筑它是一个
留白非常多的建筑，非常多的线条，一重一重的窗，艺术之窗的概念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发现校园之美，所以这个叫台大寻美的计划，公共艺术推广活动。何谓艺术？怎么样呈现艺术？其实很多都是学生的观点跟学生的需求。有没有一个突破跟创新的模式？台大的学生其实希望能够参与到更多的艺术的活动，甚至能够主办、策划、学习。那如何在这个公共艺术的过程中，如果他原本的精神就是强调参与，引进像驻校艺术家，然后希望他们的作品设计，更针对我们台大的一些时空环境，然后跟老师、学生在课程中或者在社团的活动中一起去产生作品。因为是最初期嘛，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还蛮好笑，就是觉得很直觉、很简单的，就觉得说，哦，好像在社科院办活动是不是要有一点这种批判性啊？就是是不是作品要比较酷啊？就是觉得好像要比较符合社会科学的想象。我希望这个主角他是可以跟这栋建筑是真的有关系的。我们开始想说，那社会科学院里面有什么跟神明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有些人是社科院的学生，然后他们说，哦，就宗教社会学。台湾的信仰非常的多元，可是如果有一天再也没有人拜这些神，他们还会继续存在吗？各位的答案将反映你对宗教的想象是什么。是政府操控人民的工具，或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哦，如果他是个教授呢？然后如果他来碰到这一连串的事件，或是遇到一连串的神明，这整个故事给他的冲击和改变是什么？我不是在问你们他上课的内容，我是问你们觉得他怎么样？还有办法难道生死不改是我们的命运吗？妈祖那边的状况怎么样啊？妈祖就是要我们赶快找好人选。因为根据顺风耳机千里眼的情报，对他已经成功达到了孟婆汤，随时都可能让我们喝下，好取代我们的位置。阿丹写了一个定稿出来之后，就大家会坐下来讨论说，他觉得这个神或那个神的际遇或遭遇，或是他对于主角的影响，来自于不同的背景，有医科的，也有文科的，也有理科的，也有管院的，历史系的，差异也很大。创作过程中，我们随时都在撞击，在冲击。每一位神在设定他的故事，还有角色自传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哎，我是一位神哎，他活了400年，他会经过台湾发生哪些事？有时候演员会过不去，就一个人扮演三个神，然后这三个神他觉得这第二个神的整条故事线他觉得不太合理，他就提出来问，然后有36个角色嘛，所以这一问下来就需要很多时间去解决很多问题。一场凡人所不知道的战争即将就此展开。做的工作除了训练他们的身体之外，还需要去照顾他们，就是让他们相信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做尼夫努的 research，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角色后来会被创造出来。然后因为这个剧本的角色是比较偏好演员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就把角色指派给他。所以我有一阵子一直觉得我应该是个派大星，因为我平常就是蛮脱线的。当我修他舞的时候，他第一个跟我说的是，静雯，你是不是没有看过像我这么身体白痴的人？就是他第一个对自己的反应是否定的，他会觉得他不够好，他觉得他自己不够格可以去当尼芙奴。
尼夫努还可以给你更多。身体进步的阶段，你都可以在舞台上相信自己可以展现这个戏，或是你要他展现的样子，他是做得到的。不管是神明或是主角，在他们经历过一趟旅程或是冒险，最后懂得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看待他所生长的土地跟社会。当代舞团首次结合诗体、绘画、装置的跨领域计划，台大还有师大的同学进行为期18周的工作坊，从零开始放下知识，探索身体能带给自己什么样的可能性。各位眼前看到各式各样垂钓的物件，皆来自于学员的生活本身。透过这次计划，他们思索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无人知晓的他方究竟在哪里？没有标准答案。伊东丰雄所设计的这栋社会科学院，今天将成为他们的舞台，带领观众自内部空间走向户外，寻找无人知晓的他方。一开始他们是怀疑的，因为舞团嘛，哈，应该就是要跳那种。高技巧的一种表演，但我们一开始一直跟他们讨论说，真的是要去开发你的身体的感受力，而不是说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舞蹈形式。我们完全就只是希望打开你的身体的能量、可能性，跟你自己的思想，是不可以去传达，共同的融合在一起。所以在梦里面跳了这一支舞。我觉得那个甄选很恐怖，因为你一进去，然后就有一堆人在那边给你劈腿拉筋，然后我想说，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其实我到现在已经想不出来我那时候到底做了什么。反正他就说跳你自己，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之后开始就是有上课之后，我觉得那每一次都对我很考验，因为也很可怕，因为他喜欢叫你就是一个一个人在所有人面前，就是可能做一小段呈现。可是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是陌生的，所以我会很害怕这件事。就是去之前，就只要也要上课那一天，我就会非常紧张。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是用一种启发他们的直觉，还有启发他们的感受。因为就像喜剧，或者是我们给他们很多东西，都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回到这个当下，先卸下那些东西，有没有办法再去寻找老师刚才所说的他们真的内心所想要的东西。如果你都是外面附加的，你可会不会比较难把那些云拨开，去找到他们的他方。我们每次在练习的时候，老师会要我们去挖掘自己很内心的故事，很内心的情感。我觉得我每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去看自己，会觉得好像我是在看另外一个人，就这个自己变成他，而他方其实是自己。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我都在思索他方要引导到哪里去，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从他们的课程的那个过程当中，然后我就说，来，我们铺一条路。对我来讲，那是一条长河。然后他们第一次做他们的，我说 That's it， 就是这个。每一个我的物件，或是我的身体的创作，跟这个物件本身，其实它都是我自己的故事。所以其实我在跳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每一次跳我都会觉得有点尴尬，就是我都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我内心这么赤裸，就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站在大家面前，但好像这就是表演的一部分。因为信任，你知道，我觉得最大一个不同是他们其实很信任我，然后我们从这个信任里面去找到他们的个性，他们的个性跟他的特色，然后那种专注力，事实上是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前跟参加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我可能比较敢去试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比较接受自己的那个状态，那可能就是我本来参加前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到最后变成这样，就是在那时候我就是已经走到我曾经我的塌方了，那我以后也是继续这样。这些学生从肢体僵硬到他们可以去做一个基本的呈现，开发了他们对于肢体的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艺术家带着一些学生去发现艺术。那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一个大学作为一个教育单位该做的事情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整个公共艺术计划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在说我看到什么东西放在那里，或者我看到什么音乐会在那里表演，而是它这整个过程，它整个准备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很珍贵。因为你们这次的主题是以剧场为主，那或许今天也可以讲说，比如说你们在这个寒假中，在特别观察声音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对于声音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象？这样的方式是我在几次工作坊中引导，就是从用物件跟人声，然后用接触式麦克风去捕抓很细微的声音，然后还有环境录音的，然后还有多声道的练习，聆听声音是有不同方位的，慢慢会自己组织起来，然后会发现每个人觉得因为自己的经验对声音会有不同的偏好，那有些同学他们反而因为可能想做音乐或是学过比较久音乐，反而那个框架比较深，他们很难去试着聆听一些他们觉得不是音乐的声音，有些同学会很快进入状况，觉得很有趣，或者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听。那个聆听的方式跟聆听的状态的差别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不是说你比较常接触音乐，或你学比较久音乐，就真的比较能够有开阔的耳朵去听。一东在他自己的设计理念里没有特别提到声音的这一点。但确实我们从结果来看，这个空间的声学部分就是反射会非常强，因为都是玻璃，大片玻璃，然后平面开放空间的问题，这也是其中一个，比较多人在讲话声音就会很糊，而且所有人的声音都会混在一起，因为它的反射太强烈了。一东先生，我想请问你，以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你来到台湾，如何用这栋建筑来表现出台湾的社会科学？为什么就是会选择用清水模这个素材来当社科院这栋建筑的基本元素？有些红色的墙就跟一般社科院灰色的清水模的建筑感觉不太一样。不知道，你还没有其他在设计这栋建筑物的时候其他的小巧思？一栋设计这栋建筑的时候，它是很开放很自由的，所有人都能够进来参与这个学校生活，但是管理方因为安全或是整洁等等理由，就把它有点封锁起来，不让外人参加进去你们这个校园生活。那我想问一东，就是这个原本的设计理念跟现在管理方式的理念有所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一东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建筑因为都是所谓的大师的作品，然后我们也会直接把它当成 一种艺术品，就像台大社科院这样。那我在想，是不是在使用上有一些不便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改变它，就是因为我们对这栋建筑的想象就是完成的作品，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去跟动它。那我想要问一东先生的是，是不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去为了我们实际生活上的需求去改变？李东先生你好，我想要请问你，事隔两三年再回到新社科院，你有没有任何想要更改的设计？他觉得台湾的人非常的宽容。他觉得在日本常遇到挫折。だから台湾に来てフラストレーションを解消しているとは言いませんけども。因此，虽然不是说是来这个台湾来宣泄他的压力。いろんな学生さんの質問にあったように、その管理という問題と自由という問題は常に相反しています。
那么但是呢，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也刚有一位同学问到说，那个关于自由跟管理的这两件事情，其实常常都会是互相抵触，一直都在谈管理管理管理，会变得非常无趣无聊的社会。だから台湾の人はこうやってこんなに元気でいられるのはもうそういう管理が緩いからなんです。でも台湾人能够这么的充满活力，或者说这个社会充满活力，其实是因为那个管理不是那么的刚性的。啊，他其实说错。我应该有回答到几乎全部的问题。当时在东京，我向一东先生说，我们想要一栋21世纪的新形态建筑。他还很俏皮的问我说：“哎，什么叫做21世纪的建筑？”在当时我一接下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担任这个大楼的执行长的一个工作，我马上想到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升级？那么变成为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建筑，所以我们花很大的力气，这个刘玉东教授啊、陈振昌教授，我们就一起努力，然后来促使这个伊东丰雄的这个案子能够顺利地推动。请了伊东来设计，他设计了三个案子，第一个案子还有一个像小鸡蛋那个编织型的叉叉的哈，这样的立体型的。那么结果提到校规去啊，有些校规委说啊，哎。我们前面有一个洞洞管，三个洞洞管，后面这边有个叉叉管，洞洞叉叉，洞洞叉叉，所以这个案子就结束了，就被否决掉了。那其实有些人还蛮喜欢那个外面有一个像编织型的这样的啊，蛮特殊的，蛮现代的。那这个案子就没有成功了啊。刚刚第二，后来又请他设计了第二案，第二案就刚刚讲。一个楼下三层，一二三层楼是一个大的，一个通透的连在一起的。上面三栋，刚刚院长讲三栋建筑，政治经济跟人文高等研究院。可是因为设计图很小，所以在报告的时候他们说，哎，一支香炉插了三支香，好了，哎呦结束了，又大家又不喜欢了，这很好笑，台大很好笑。第三个就现在看到的。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是真的可以用强度关山来形容，就是那一天是真的是就要决定那个案子能不能做下去。那我还记得我跟一东先生坐在同一边，学校希望说哦，这边是最后一片净土，最后一片草地，能不能建筑物尽量的退，让草皮尽量的大，那退到现在的图书馆的三分之一，那这个案子就close 了，就问题是在另外一方会认为，哎，建筑师有那么难做吗？就把那条线挪一下就好了。我们做的是一个其实是类草皮的 building， 是一棵树，就好像我们从空中看，它是如此的跟整个地景其实是融合的。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的部分，就是其实你很容易种树把它弄得像森林，但是你其实非常不容易是一个人造建筑物。变成一个树的文明，甚至于有树的精神。那这个案子最美也最迷人的部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You reading under the trees。其实那个成就，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个人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物的门槛，然后跟人性结合的一个重要的门槛。他碰到我们太多太多的这些在台大审议过程里边的这些事情。结果他说 passion， 他的建筑形式其实打破了我们前一个阶段校园规划里面一直要强调的像13勾面砖等等的这样的立面的语汇。我会碰到很多建筑师对于学校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提问，就是台大在过去台湾的建筑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校园建筑，到底提出了什么样新有创意的建筑的作品？我觉得我们在原有的规定之下，给建筑师可以表现、表达创意的空间可能太少。社科院的图书馆完全跟台大之前早期的建筑采用了一个不同的取径，譬如说白色的、轻巧的、透明的，它跟我们之前的旧总图，现在或者是后来的总图
所强调的比较古典的风格、厚重的风格、严肃的、轴心式的，它完全是一个相对照的形式。社科院图书馆是这个时代图书馆形式的一个很好回应，放在校园，它让那一区多了一个表达的不同的风格，使用者的回应似乎是不错的。当时我们请伊朵来设计，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台大社会科学院或者过去的台大的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很多都是国家的领导人，就是要启发师生，尤其是学生代代的这个学生能够有一个宏伟的心胸，能够来领导这整个社会。我想这一个核心价值啊，是我们当初所想要的。既然要培养开阔的心胸，学生在学习的环境里面看过去的都是很清楚的这个愿景，你看现在我看到的这些都是通透的嘛，你的心境、你的胸怀一定是不一样的。先有理念要做什么，然后为了要达到这样子一个国际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去找国际级的建筑师来帮我们设计，最后结果很好。以后呢，这个伊东丰雄先生呢，他也得到了普利兹克奖，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用你最慢的速度，可以慢慢的往我这个方向移动过来。好，我碰到你就停止哈。这个在当时我的复兴的课程是一个画画课，绘画课。那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就是画画为什么一定要用画图，一定要画静物来训练呢？那相对的，艺术的训练必然也不是一定是要直接讨论艺术。艺术认识论的这个概念之下，当然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身体跟环境。前天晚上我们在艺文中心有进行一场肢体感觉课程，跟这个呢身体测量计划基本上是一个向内一个向外，那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向外啊，对环境探索的一个课程。好，第二排呢头对头，所以你要转过来，对，然后躺下，所以你的手跟他的手可能大略的相接。空架三二一，是我们对于艺术生活化，对于艺术走出精英的领域，以及艺术让艺术家带领大量的学生积极的参与，我觉得是最珍贵的。我们是在社会变动中成长的一个大学，那我觉得公共艺术应该要表达，不管你说从生态或者从文化，更多科技的表达等等这些议题。前几年公共艺术执行的转向，我就是某一种想要去回应这个变迁，就是如何让公艺术的内容是由更多的使用者或欣赏者一起来界定，甚至去参与它的生产。每一个艺术计划提醒我说，艺术它存在的
的价值，它其实就是捍卫一种主张，它可能不是你生活里面的必需品，但是它会提醒你说你想要怎么过你的生活，从你自己出发，然后进而跟大家一起有一个对话，然后一起产出一些令大家都惊讶的结果。我们很相信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校内我们做的都是播种的工作，也许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就在某一些学生的心里播下了种子，也许这个学生将来他就变成一个艺术工作者，当他从事他的艺术的时候，他会回忆到当年他的经验，我们相信他播下的种子将来会不断的扩散。